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荣幸，因为我三星产品都是爱用者，我是三星产品爱用者，然后就是今天来出席 S5 的开卖活动，对，所以非常的开心，对。它其实荧幕非常的漂亮，但我觉得网络也。现在是只能用 3G 没错，但是我觉得网络比 Note 3， 因为我的手机是，对对对，还蛮快的，就是网络非常的快，然后就是很多功能其实可以使用，像录音功能我也很喜欢，平常在录音，对，然后就是用手机录音，然后就是 SS 刚刚讲到的运动的功能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用。因为它会把声音里面就是它手机的录音功能基本上会自己给 compressor， 就是把声音就是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，就是我唱很大声，就是会破的那种音，它就会自己拉掉，拉小一点，就是变成比较好听一点。对对对，有这种功能，对。很好用，对。对对对。SLS 就是我平常在走路或者是跑步的时候，先设定一个像公里啊或者是几步这样子的设定，然后就是可以每天使用，每天确认我今天运动了多少，我今天可以吃什么东西之类的，对。大家今天在外面非常辛苦，先想跟大家说谢谢。然后就是，唱歌当然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。那希望大家也是喜欢听我唱歌，所以刚刚对两位歌迷这样，比较近距离的唱歌给两位听，这样。对。所以自己私底下有跟朋友这样公开的，就是在户外对唱，就是唱情歌给大家听。只有在高中时期的时候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乐团，然后又是主唱，所以在外面表演比较多。对。那有跟女生唱过吗？自己私底下。自己私底下，好，就是以前在韩国的时候。对。对。算是告白吗？算是。刚刚会不会自己会不会紧张？在。唱歌不会紧张，讲话紧张。已经四年了，对，四年了。